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伸懒腰登场，有没有什么吃的 啊？苹果嘛，还是葡萄？这桃子好像成熟了，好香啊！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老太婆。什么看起来好吃啊？老头子，你快来快来看这个，大颗的苹果，哎呀，很 juicy 的。juicy 什么 juicy 啊 ？juicy 很多汁的意思啊，你看你看。哇，看起来真的比我们家刚刚那个厨房的苹果还好吃，还多汁啊。哎，而且他现在说特价，原本100块，现在只要20块就好了。一颗原价100，特价20。等于如果买一颗就赚到80块啊！对，那听起来还蛮划算的。很划算啊！下面那行小字是写什么？你帮我看一看。买1000免运费。买1000就免运费？那一颗20块，要多少才会满到1000块啊？20+20等于40，再加20，买这。哎，解锁解锁！1000除以20，50，50颗啊！那可以可以，买，50颗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啊？好像有点。哎，老太婆，不会不会啊！你想啊，我们可以把多的可以送给像是邻居啊，还有我们老人会的那些成员们啊。大家送一送，苹果很快就送完的啦。哎呦，听你这么说，好像还蛮有道理的。哎呦，那个快快快，他在倒数了，赶快打电话去。好。喂，我是爷爷啊，爷爷，我在看你们那个苹果的这一档啊，有说那个买一颗20块的这个，对，要几颗？我们要。50颗，对啊，这样才是个省运费嘛。等我一下，小组会议一下哈。怎么了？他说现在再多加500块，也就是总共1500的话呢，他会再送500元的折价券。多加500块又送500块，那这样等于没有加。哎呀，加，这样有几颗苹果啊？这样子。75颗。对，没关系的，才多25颗而已。多25颗而已嘛。对，分一分就没了。喂，对，好，那就加500块钱。那个地址一样，用我儿子的那张卡，那个现金回馈卡呀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任务达成，我们真的是精打细算的。哎呀，我们真是好爷爷奶奶。老头子，你看这个，香水味的洗衣精，我们家洗衣精是不是快用完了？经理这么一说，好像有听媳妇说，好像快用完了。对呀，而且你看他现在买7瓶送3瓶，感觉挺划算的。等一下。不止送3瓶啊，还送什么？还送3包补充包跟一个柔软巾。哎呦，那这样子很划算哎，而且这样总共只要1750块。哦，刚刚的那个500元的折价券啊。那这1750减掉500的。等我一下。图形锁密码锁。好，快，1750减500。哦，1250，这样子10瓶，1瓶还不到200块，好像蛮便宜的。哎呦，那要买啊。
而且你看啊，像是哥哥常常运动，身体会臭臭的嘛。如果我们买这个，让媳妇可以更好的洗衣服，更香的洗衣服。哎呦，我们怎么这么孝顺啊？哦，对啊，媳妇省时又省力。买，买了，买了。啊，这次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号码别打错啊。啊，好，哎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奶奶。她是奶奶。对，我看到你们那个什么香水牌的洗衣精啊，哎，买七瓶送三瓶是不是？啊，没错没错，我们要订，那订七瓶，订七瓶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我们还有那个折价券啊，那个500块，500块，我们刚刚买苹果的500块折价券啊。啊，可以用是不是？哦，太好了太好了啊，那就一样刷我儿子的那张那个现金回馈卡，现金回馈卡送到我们家啊。地址一样啊。哎，没错没错。我是爷爷啊。哎，我是奶奶啊，再见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好了好了 ，OK。任务达成。Yeah。 哎呦。这样子就可以呢，让朋友们、邻居们吃到苹果，又可以让哥哥的衣服香喷喷的。哎，又让媳妇省时又省力，我们真是孝顺。好孝顺媳妇啊！哎，又我再播一档啊！哎，什么什么？哎，这个3C产品不买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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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转台转台啊！再买下去，要不然被儿子念了怎么办？哎呦，也是也是，哎，看那个最近那个有什么两家在那边互相斗嘴的那一出连续剧好看。所以那个是男生还女生啊？现在讲话的那位？哎，一个是男生，一个是女生，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的。爸爸回来了。啊，爸妈来了，哎，爸，有你的包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一箱很大一箱，哎，这个是苹果哦，有有有有，外面有水果团，看起来就像是水果，你怎么买那么大一箱啊？因为啊，总共有75颗，75颗，对啊，爸，你买太多了吧？哎呀，不会，我跟你说，它那个原价本来100，现在特价1颗20，等于你买一颗就省了80块钱啊，儿子，省这么多啊？对呀，对呀。但是你们一次买了75颗，会不会买太多了？所以省了6000块钱。精打细算哦。爸妈，你们真的很棒，精打细算。可是75颗，我们家好像吃不完呢。你跟你儿子说，跟你儿子说。哎呀，不会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8个人嘛，一个人一天吃一颗，一个多礼拜就吃完了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分给街坊邻居。然后他之前还说满千免运费啊。对对对对，免运费，免运费嘛。是啊，爸妈，免运费，分享给别人。我们家人多。是啊，这样很好。但是呢，你们为了凑这个免运费。然后呢，买了这么多，尤其是买了这个食物水果啊，嗯，要注意保存期限啊。如果我们吃不完的话，食物可能会烂掉、坏掉，这样子不就要叫做浪费吗？而且啊，你为了凑这个免运费，为了这样子冲动购物，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哎。儿子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对啊，那现在。那儿子啊，爸老实跟你说吧，你可能会对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不是很满意啊。好像来了，来了。你们该不会又买了什么？妹妹，没有啦，怎么这样？怎么又会多买什么呢？我们都是买必需品嘛。对呀，对呀。妈。你又买了什么东西这么重啊？我就买了那个洗衣精啊。媳妇不是说那个洗衣精快用完了吗？对对对对，哎，买7送3，还有送3个补充包跟柔软巾，超划算的。对呀。不是啊，爸妈啊，你们买了这么多，我们家哪有空间可以放啊？
而且如果用到过期的话，这不就是浪费了吗？你跟你儿子说，你跟你儿子说。哎，我就想说那个哥哥啊，每天打篮球玩的衣服都臭臭的，好臭啊！用这个洗衣精啊，洗完之后一次就好，它就会香喷喷的，帮媳妇省时省力。而且儿子，你放心，我们呢买苹果有送500元折价券，所以呢这个原价呢是1750，所以我们买了多少？哎，再扣500块，对，1250。让你省点钱，还是有省到的。我们很精打细算的，我们替你省钱啊！谢谢你们，你们真的很用心，省很多，哪里免运费。哎呀！但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成本啊，厂商都已经帮你们算好了。你们买越多，虽然省越多，可是这些厂商赚越多。电视购物的专家，他们总是用这些话术来吸引你们。虽然有些东西很好，可是呢，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啊？买了这么多，反而是浪费啊，不是吗？也是，好像买这么多洗衣精，我看我们洗衣间好像就这么大，不知道要放哪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它也有使用期限，也不知道时限内有没有办法用得完。对呀、啊，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购物台嘛，它就是有专家在那边讲，而且有那个时间 ，tick tock tick tock， 它越 tick tock， 我越紧张，越想快点打电话过去。就是啊，有。别紧张，所以以后看电视购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沉住气啊，告诉自己，我要理性。我需不需要这个东西？我需要，我再买。我不需要，我等我需要再买。哦，对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冲动购物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了。而且爸妈，你们是不是用我那张现金回馈卡买的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会收到那个消费通知啊，我会寄简讯过去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嘛，蓝板买那么多，你那个回馈也挺多的嘛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用不到，我们就退掉吧，退掉吧。来。好，那我先看电话号码是几号。来，爸打一下啊。哦。哎呦，那个奇异果，奇异果。哎，不要了，先退回去吧。喂，我是爸爸。爷爷的儿子啊！是，对，退吗？爷爷说那个洗衣精要退，水果我们留下来。那个现金回馈卡，你也帮我刷退。然后呢，现在电视那一台笔电啊，你也帮我刷上。对，就刷我那一张现金回馈卡。啊，对，儿子，我觉得那个平板电脑很棒，别动，爸，对，爸，不是，儿子，他满千送万呢，冲动购物，吸气，你有需要吗？吐气，冷静，不是我。